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猴子大搬家。嗨，猴子先生、猴子太太，是你们叫的出租车吗？是的，妮娜，你可真准时。听说你们要搬家，快上来吧，我带你们去新家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些行李。没问题。太重了。抱歉，我们的行李确实有点多，这里还有20个。啊，你们只有2个人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？因为还有我们呀，我们是个大家庭。我需要帮助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怎么了？猴子先生要搬家，我需要帮助。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行李，而且人数也……没关系，我们都可以搞定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跳跳出租车，妮娜。巨无霸破车，搬搬。豪华公交车，巴斯。超级汽车，出动。十只猴子今天准备要搬家。搬家。猴子太多，行李太多，坐不下。车载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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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超级汽车帮助猴子来搬家。搬家。大的小的行李全部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我的肚子蛋蛋全都能装下。是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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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一个装进去，关上车门，吃得饱饱像大哥。乘客们快上车吧，猴子爷爷猴子奶奶先上车。好的。猴子爸爸猴子妈妈也上车。来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猴子宝宝快上车，大家系好安全带，现在出发。我来带路，搬到新家去。路口转弯遇见一个红绿灯，停一停。穿过大街来到一条小河边，跟紧点。围着美丽花园转了一个大圈圈，加速转转车轮，马上到终点。到了。全都搬完啦！超级汽车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。嗨，我们也要搬家。没问题。守护朋友。哦，我的巡逻工作开始了。美食车亚米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哦，是甜甜圈。亚米做的甜甜圈最好吃了。我好喜欢亚米啊。亚米真是个不错的美食家。完成。酷宝太棒了。哟，不愧是最棒的工程师哦。一切都很美好。哼，我觉得一点都不美好。你们汽车不应该说话，也不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你们只是工具。哈哈，看我的无敌铁皮车，让我天才麦特博士来统治你们吧。出发。
到甜甜圈了。你是谁？不许动！雷克警长，你实在是太吵了。不过，我有办法让你安静下来。可恶！呼叫指挥中心！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帮助。小镇上出现了奇怪的铁皮车，被他击中的汽车都失去了意识。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情况紧急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超级汽车要出发，出发出发，不怕任何的危险，不怕不怕，守护城市安全，拯救我的朋友，请相信我们。无敌大炮准备好，朝着目标的方向，炮弹炮弹发射，砰砰砰砰攻击，全部被抵挡。我的水炮弹对他没有作用。不好，他来了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你们去救人。闪灯光，警车加速向前跑，左边右边转弯，躲避你的攻击。哎呀，打不倒！我来拯救朋友们，快点快点醒一醒，大家保持冷静，我们不是工具，我们有生命。发生了什么？这下可怎么办？高迪，攻击他的激光炮。加油加油，我变得更强大，快速瞄准，朝目标发射。你的武器被击中，失去了力量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守护了正义。超级汽车在运行，让世界更美。真假洒水车，啦啦啦啦啦！嘿，咕噜爷爷，早上好呀！您又在给小花浇水了。没错，这可是我的工作。那您继续忙吧，我要去巡逻了。再见，雷克警长。呼噜爷爷什么时候跑到我的前面了？嘿，呼噜爷爷。呼噜爷爷变得好奇怪呀。怎么回事？我的泡泡洒水车太厉害了，这次看你们超级汽车怎么办。雷克警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请帮我联系呼噜爷爷，让他别再喷泡泡了。开心虎，快看看怎么回事。怎么有两个呼噜爷爷？你们在叫我吗？看来喷泡泡的洒水车是假的。
要赶紧抓住它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水花呀花，汽车能转圈圈，一不小心摔一跤。哎呦！别担心，我来了，好好都冲干净，哗啦哗啦下雨了。救护车飞呀飞，受伤了别害怕，哇呜哇呜我来了。谢谢你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开雷达照啊照，一五一五找到了。站住！别跑！加量发射！不好，我的雷达撞坏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忙寻找。我来清理泡泡。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转转右看看，跑跑车躲在大树下。嗯，怎么不见了？飞呀飞，飞呀飞，左找找右找找，跑跑车冒出小泡泡。被我发现了。洒水车哗啦啦，洒水枪会旋转，挡住所有大泡泡。跑跑车别想跑，加速度追啊追，瞄准目标专注你。任务完成。这次先放过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喷泡泡，那就去给我们洗车吧。博物馆风波。哇，是霸王龙的化石。我们来玩轮流扮演霸王龙的游戏吧。好呀好呀。可怕的霸王龙要来抓你们啦。我们好害怕呀，快跑呀。好，我来啦。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在博物馆里不要追逐打闹。麦多多，你不是最厉害的霸王龙吗？怎么摔倒了？哼，霸王龙生气了，我要把你抓住。霸王龙来了！救救我！看来我需要支援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安琪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站在博物馆里，这里发生了事故，你们看。别担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哎呀呀，不分离乱糟糟，走走！哎呀呀，恐龙化石不见了，全碎了！
哎呀呀，所有雕像都倒下，哎呀呀，我们快点行动吧。嘿呦嘿，伸出我的长手臂，有力气。嘿呦嘿，大大石块吊起来，嘿呦嘿，恐龙化石照一照，嘿呦嘿，一块一块搭建好，完成了。哇哦，霸王龙又出现了，可是雕像怎么办？看我的魔术表演吧。变呀变，大大滚筒转呀转，转呀转，变呀变，七彩水泥变出来，好漂亮。变呀变，小小裂缝修不好，变呀变，变回原来的模样。哇，好神奇。我来了，张开翅膀飞，手上疼痛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我来啦，发射光我治疗你，我来啦，统统全都消失吧。耶，太棒啦！现在让我们一起帮忙把博物馆变回原来的样子。好的。呼啦啦呼啦啦，恐龙化石放在哪，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中间，呼啦啦呼啦啦，雕像雕像放在哪，呼啦啦呼啦啦，快点快点放旁边，呼啦啦呼啦啦，超级汽车有办法，呼啦啦呼啦啦，一切一切回来啦。失控的赛车，热身完毕，今天的状态非常好。是吗？福特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当然是要挑战你了。来吧，看看谁的速度更快。切，谁怕谁？什么事了？智能跑车福特失去了控制，情况紧急，我需要支援。好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速赛车，
超雷达警车，来车！大力士吊车，马力！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大家分头行动，避免碰撞发生。好。停下，十字路口有危险，轰隆隆速度太快，小心别撞到，哐哐哐伸出手机拦住路口，不要冲，大钩子甩一甩呀，轻轻跳起来，谁来帮帮我，怎么停也停不下，谁来帮帮我，我也好害怕，让我来帮你追呀追追上你，让我来帮你，不要再轻轻。不好，前面正在施工，我们要掉进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滴滴，超级车来了，发射大王拦住你，向后退，用力用力向上拉呀拉，快坚持不住了。哐哐哐，吊车来了，伸出手臂勾住你。慢慢的把你吊起，现在安全了，我得救了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你没事就好。嘿，福特，我们的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呢。来吧，比赛继续。你还是先修好自己再说吧。超级快递，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。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。嘘，谢谢你啊，斑斑。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。什么？白老虎，开心虎，大事不好了。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斑斑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炮出租车米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
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送货快又准，农场和果园快递一送达，想一转是那目标有了。这不是我的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第五第五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啊，好呀！消灭大火怪。我要把整个城市都烧毁！呼！怎么回事？呼！哈哈哈哈！不好，是大火怪！他在破坏城市！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！无畏的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不好，火势越来越大了。我有点害怕，大火怪看起来好危险啊。不用怕，有我在，我们加速向前。我是勇敢有为的消防车，消防车长长的水枪是我的武器，救援开始了，水枪喷喷喷，熄灭你熄灭你，看你往哪跑。大火怪，你完蛋了。让你们见见我真正的实力。我是无敌又可怕的大火怪，大火怪，热热的火就是我的武器，看着，火环开始了，火球烧烧烧，毁灭你，毁灭你，统统都燃烧。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哈哈哈哈！
好烫呀！哼，可恶的大火怪！糟了，招魂的地方越来越多，我们可不能认输，守护城市是我们的责任。超级汽车升级，最强形态，装甲消防车，消防车穿铠甲，全副武装，全副武装，小水枪变成了发射！看我的火球，哎呀，熄灭了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我要快点逃！你逃不掉了！消防车向你全力追击，追呀追呀，铠甲保护我不会受伤，打打水炮弹不断攻击，可怕的火苗全都熄灭。我们打败龙眼，消失了，我们胜利啦！别想跑！我就说嘛，我们一定会打败你的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危险的山洞。恐龙化石一定就在附近。就是这里。哇，找到恐龙化石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好，救命啊！啊，怎么回事？我被困在山洞里了，快救救我！猴子教授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哥哥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啦。嗯，没错。超级汽车出动，出发吧，挖掘机，调皮的挖掘机，向前冲，挖掘机，哐哐哐哐，挖掘机，挖掘机有力气，伸出长长的手臂，举起我的大铲子，开始 ，Go！ 大石头挖呀挖，小石头挖呀挖，硬硬土块挖呀挖，哐哐哐哐挖呀挖，挖掘机向前进，大大铲子最坚硬，不放弃要努力向你靠近。找到了！太好了！你们终于来了。嗯，我们快出去吧。小心。幸好大家都没事。可是出口被堵住了。这里的氧气越来越少了。
我们必须快点出去。是时候升级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型坦克，铁臂挖掘机，想挖豆腐，有趣又轻松。敲石头想变魔术，请大声欢呼。全都不见了！哎呀，走错了！再来一次吧！挖掘机手臂多，一二一二三，寻找出口挖呀挖，马上就到达。什么障碍都不怕，我有大铲子，嘿嘿，隧道挖呀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小意思小意思。啊，挖掘机呢？我在挖洞洞。啊，别忘了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赛车大比拼。你快点，赛车挑战赛马上开始了。来了来了，一起召唤超级汽车吧。超级汽车出动，去比赛喽！加油加油！啊！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来吧！冠军一定是我们的。那可不一定。请选手各就各位，比赛马上开始。出发！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加速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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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转转转，车轮高速旋转。冲啊冲啊！隆隆，是引擎在呼喊。全速前进，比比谁更强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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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比比比比比，谁才是赛车王？谁才是？是我！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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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烟雾让你们看不见，设备表让你们跑不了，左腾右腾，我爱横冲直撞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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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让开都让开，我才是赛车王。哼，不能让他得逞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。
箭赛车，冲啊！转弯高速漂移追赶，哼，竟然被你躲过了。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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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光柱旋转的方向盘，在路漫凡事向上飞跃，超越对手，我才是第一。对呀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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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火箭赛车最快的赛车王。我们赢啦！我们是冠军！我宣布，你被逮捕了。因为你严重违反了比赛规则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果蔬大搬运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火车坏了！什么？火车坏了？这可怎么办？这里车的水果和蔬菜，今天要是不运到市场，就要坏了！哎呀，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！对了对了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哎呀，关键时候还是你反应快，我这就给他们打电话。啊，今天天气这么热，吃块西瓜最爽啦！啊，没错。是谁找我们？是猪大叔。贝勒虎，开心虎，我们的火车坏了，需要你们的帮忙。好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哥哥，快召唤超级汽车吧。火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哎呀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们的火车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了，这一车的水果和蔬菜就交给你们了。车能装得下吗？装得下，装得下，我的肚子大得很呢。哈哈，那太好了。数不清的水果，大大小小都不同，大箱子装西瓜，小小箱子装葡萄，其他的水果怎么装？我的肚子非常大，你们随便装。怎么办？大货车装满了，可是还有很多蔬菜。超级大货车，你还能装得下吗？装不下了，装不下了，我的肚子已经撑满了。有了！超级大货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超级汽车，升级最强形态。巨无霸大货车，车轮加倍，加倍加倍，车厢加长，加长加长，宽宽的，胖胖的，巨无霸来了！变大的车厢能装更多的东西，重重的西瓜，胖胖的南瓜，各种的水果，还有丰富的蔬菜，一筐一筐统统装进去。加倍加倍，车厢加长，加长加长，宽宽的，胖胖的，巨无霸来了！变大的车厢能装更多的东西，大大的菠萝，长长的萝卜，齐头排整齐，关上车门要出发，吭哧吭哧我们送货去市场喽！太棒了，所有的蔬菜和水果都很新鲜呢。我就说吧，我超能吃的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正义的警车。一号车归位，二号车归位。可惜虎，快看，求救信号灯。这谁有危险？是淘淘。飞龙虎，我家进小偷了，你们看。淘淘，别担心，我们来帮你。超级警车，出动。偷，我是小偷，金币大钻石装进口袋里，悄悄地轻轻地，没人发现我，藏起来躲起来，谁也别想抓到我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。滴呜滴呜滴滴呜呜，我是正义的超级警车，小偷小偷跑不了，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跑。快跑，站住，不许动，跑呀跑呀跑，追呀追呀追，滴呜滴呜滴滴呜呜，我是正义的超级警车，小偷小偷抓住啦，我错了，只要有危险我就会出现。淘淘，这是你丢失的东西，还给你。谢谢你们，谢谢超级警车。帮助你是我的职责。你喜欢蓝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，超级警车。地震大逃生。我来啦！这不是淘淘吗？你的打扮好奇怪呀！才不奇怪，我今天是淘大侠。大侠？没错，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最近新学的拳法。哈哈哈哈！嘿！怎么回事？哇，淘淘，你的拳法太厉害了，地面都被你锤裂了。我有这么厉害吗？什么拳法呀？是地震了，大家快跑！哥哥，是不是地震了？没错，我们快躲。
躲到桌子下面，那里比较安全。快点去救他们！嗯，召唤超级汽车！救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！大家别害怕，我马上就到。受伤了，受伤了，我很难受，脑袋痛痛，屁股痛痛，大树倒下压住了我，快来快来！我们来了，救护车救护车来帮你，轻轻的轻轻的抬起，绷带绷带快绕一绕，快速止血送医院去。我困住了，我很害怕，小小空间无法呼吸，房子倒下困住了我，快来快来救救我吧。救护车救护车来帮你，听听心脏没有问题，棉花棉花快擦一擦，贴上创可贴送到医院去。救命救命啊，是淘淘，他掉下去了啊，这可怎么办，我们下不去。救治伤员是我们的任务，是时候升级了。你说的对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飞天救护车。这是我的责任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飞飞飞飞超高空，飞飞飞用力飞，飞飞飞摆脱黑暗，飞飞飞。终于安全了啊，又地震了，快上来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飞飞飞
救了我们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超级汽车，救了我们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超级汽车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不用谢，这是我的责任。超贪吃的货车，箱子又多又沉，我们该怎么搬到新家去呢？阿布，你需要帮忙吗？我们要搬家，可是东西太多了。数不完了。对了，让我们的超级汽车来帮忙吧。嗨，你们找我是有什么好吃的吗？大箱子，小箱子，洋箱子，胖箱子，重箱子。蹦蹦蹦蹦蹦蹦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？蹦蹦蹦蹦蹦蹦，谁能搬动我们呀？我很大，我很小，我很高，我很胖，呵呵，我很重哦。蹦蹦蹦蹦蹦蹦，一二三四五。蹦蹦蹦蹦蹦蹦，我们要搬家。超级货车。出动！我是大货车，我有大肚子，吭哧吭哧，重重的货物靠我来搬运，吭哧吭哧，要搬家请找我，大大的重重的全都没问题，吭哧吭哧。吃饱呢，我是大货车，我有大肚子，吭哧吭哧，每天跑到东，每天跑到西，吭哧吭哧，要运货请找我，
宝出发喽！太好了，我们要去新家啦！谢谢你，超级火车。你喜欢灰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火车，爱美的垃圾车。超级汽车帮忙吧！哎呀，是什么味道呀？实在太臭了！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！垃圾怪来喽！垃圾怪来喽！我们是脏兮兮的垃圾怪。污染环境我们最厉害，西瓜皮、塑料袋、包装纸、废电池、易拉罐、果核骨头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都是我最爱。是时候消灭你们了，超级垃圾车，出动！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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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来消灭你，我是爱美的垃圾车。你们别再乱扔垃圾了，还有垃圾记得要分类哦。垃圾分类。你喜欢绿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。超级垃圾车，慢吞吞的洒水车。今天好热呀，吃冰淇淋最凉快了。哦，是谁呀？不好了，怎么了？快快救救小花小草们。啊，糟糕，我们需要超级汽车帮忙。哥哥快点。不好意思，天气太热了，容易犯困。可我们需要您的帮忙。没问题。超级洒水车，出动！哗啦啦，哗啦啦，慢吞吞的洒水车。哗啦啦，哗啦啦，马路好像在冒烟。呵呵，降降温吧。灰尘灰尘飞满天，小花小花被晒干，大家快来喝水吧，超级洒水车来啦。喝水啦。洒水车跑得慢，浇花草冲马路，它边走边唱，哆来咪咪来哆，唱着歌儿满街跑。洒水车喷水来，一路走一路喷，花儿在欢呼，小水滴在跳舞，哗啦啦啦下雨啦。
脏水车去得早，去得早，慢解跑，背着大水箱，除灰尘散热气，空气天天好清新。小心要洒水喽！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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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看，是彩虹！哇，好漂亮！洒水车爷爷好厉害呀！谢谢您，洒水车爷爷。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洒水车，极速赛车。让我看看地图该怎么走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哟呵，终于轮到我上场了！比赛开始了吗？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没有比赛，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忙，把地图追回来。我可是一辆超级赛车，追地图。如果你能比龙卷风跑得还快，那才厉害呢。你说的没错。上车吧，我们去把地图追回来。超级赛车，出动！Are you ready？ 我是超级赛车，比赛已经开始，冲冲冲，跑跑跑。加大马力踩油门，全力提速往前冲，轰轰轰，隆隆隆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冠军是我的。这集转弯了，我可是龙卷风哦，想追上我没那么容易。是超级赛车，比赛中的王者，冲冲冲，跑跑跑，加大马力踩油门，全力提速往前冲，轰轰轰，隆隆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我是超级赛车，比赛中的王者，冲冲冲，跑跑跑，加大马力踩油门，全力提速往前冲，轰轰轰，隆隆隆。超级赛车，我们的地图被追回来了。我可是冠军哦。你喜欢金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。超级赛车，无畏的消防车。哎呦哎呦，不好了，森林里着火了。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让我去灭火。对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消防车帮忙。超级消防车，出动！
风车来啦，大家请让开，它跑得快。哇呜哇呜，小风车灭火，不怕不退缩，任务交给我。我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我越来越大了，让我来。超级消防车，注意安全。哈哈哈哈，拉响警报，哇呜哇呜，森林着火，噼啪噼啪，大大火苗。不怕不怕，打开水枪，哗啦啦啦，这里这里冲冲冲，那里那里哗哗哗，大火大火灭灭灭，消防车冲啊！拉响警报，哇呜哇呜，云梯向上，升啊升啊，慢慢下滑，不要害怕，救援成功，都安全啦。消防车，消防车，你真是太棒了！着火时请第一时间拨打119哦。你喜欢红色汽车球吗？一起来打开它吧！超级消防车。